大家好，我是 CT Story 的版主 CT， 今天又带大家来玩吉吉了。然后，因为这次2018灯会的关系，然后每年的和平社区都会有一波春季花海的部分。然后呢，所以今年很特别哦，你们看到非常多非常多可爱的小球球，然后巨人的那个小球小足球一样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旁边的波斯菊，然后你看这边还有芭乐树吧。真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今天来带大家来看，就是最新的 IG 打卡点，就是这个球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哦。看，我们可以从那个，龙树宫庙这边一直走过来，然后就可以走到花海的部分。然后旁边有等竹编的，座椅嘛，休息区。然后非常非常的精致。因为它的，我觉得它还蛮美的，它的装饰艺术。然后它的主题今年是传承，然后应该是传承族裔的部分。原本这边就是都没有什么人在管理，可是今年多了非常多新的设施，像是木栈道，然后还有原本就有的小凉亭。然后这边是可以当做一个休憩的地方，然后带大家去看一个足球。那足球就是它编织上面也蛮特别的。它编织的部分啊，它的孔洞并不是都是单一的圆圈，它有大圆小圆，所以它的光影非常漂亮。好，跟大家留在乘凉休息。足球，好，我们进去足球的部分哦。内部的部分就是足椅啦，然后这边晚上会打灯。然后这边后面还有一处花海，然后在这边坐着就可以看到旁边的花海的样子，所以推荐给大家来和平社区这边赏花哦，还有拍一些漂亮的 IG 照。我是 CT Story，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记得就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带更多晚点给大家哦，拜拜。